Wis。この社会もいたずらに力を振りまく犯罪者も偽物どもは Yes， 大家好，我是 Hesitation is Defeat， 猶豫最怕不。咁咧，今日咧就会讲下呢、這个我的英雄学院最强英雄限定英雄英雄杀手，哇，好多英雄添 ，William Stain 嘅一啲天赋晶片呼吸等等嘅点法嘅。咁先讲下，我谂大家都最期待或者呢个最 concern 嘅天赋先啦。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会先点个右上角嘅，因为如果有睇我上一条实测嘅影片咧，都见到。用完 W 技之后呢，瞬移嗰几下呢係最高嘅瞬间输出嘅。我重新一次係瞬间输出啦。即係佢输出上嚟讲未必够其他技能高，但因为佢可以喺一个短啲嘅时间之内达到更加高嘅伤害。换句话嚟讲呢，即係平均输出比较高。所以呢，我会建议点咗右上角嘅天赋先嘅。好啦，然后呢，至于係点左边路线啦，定係点右边路线呢，就取决于你係上一个纯 PVE 嘅玩家，另外 PVE 得嚟你是会打这个超常協力戰的。如果你会打超常協力戰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点这个恐惧威胁狂热的。在左边的路线。因为如果有用 All Might 的人都知道的啦。那他放完他那个 New Hampshire Smash， 即是那招龙卷风转转转转转的时候呢，都知道他那个无敌状态是非常之麻烦。那而这个 Hero Killer， 英雄杀手呢，如果他点了左边这个天赋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这个免疫受击打断和新增控制效果嘅，咁喺超常协力战入边咧，控场同埋免疫打断咧系非常之紧要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纯粹系呢个嘅 PVE 玩家，即系打下王、打下副本，事无所有算嘅，唔追求超常协力战嘅，咁我建议你点右下角呢个啦，因为大家都知佢呢个嘅战意至极嘅状态，呢个名我作嘅，即系下边嗰个战意爆棚，然后放连斩嗰个状态嘅输出咧都非常之高嘅。咁如果佢点埋右下角呢个越战越用的话，佢每持续三秒提高 8% 嘅伤害呢，其实跌埋五层，即係 40% 嘅伤害其实都颇高嘅。所以就睇下大家想行咩路线嘅玩法啦。好，然后晶片部分啦，咁其实都系废话嚟嘅，一定系自己专属晶片㗎啦。咁因为佢套装效果呢，就係会造成伤害嘅时候呢，会有额外 30% 嘅真实伤害，如果你三件都系金色的话。咁虽然未实测过啦，但係相信真实伤害呢，如果有打其他 特别是 mobile game 嘅同学仔呢，都知道真实伤害呢个字係非常之夸张嘅。因为佢係无视你嘅防御力，直接扣你伤害。咁我相信因为佢呢个晶片嚟讲，佢打王嘅输出呢係会提升劲多劲多劲多嘅。好，最后介绍嘅就係佢呢个副卡嘅部分啦。咁睇下，记得每只英雄嘅左边情报嗰度呢係有推荐嘅副卡嘅。咁我都睇下推荐嘅副卡先啦。好，咁睇究极追求啦，废话嚟嘅，两个都系佢专属卡片啦。咁但系有啲人可能会对佢呢个嘅专属卡片而肥色流转，就话每次换刀会增加一层流转状态。咁惊呢条英雄杀手咧几时换刀呢？其实佢每次放完二技嘅时候咧会换刀啦，二技结束嘅时候会换刀啦，开三技嘅时候会换刀啦，三技结束嘅时候咧都会换刀嘅。所以严格嚟讲咧，佢呢个叠加四层的肥色流转基本上都是比较轻松就可以叠得到的。咁至于因为佢是普攻为主的英雄啦，所以加呢个老毛副卡都是无可厚非的啦。咁至于呢个嘅 Game Start， 即系配呢个死病木咧，我就有少少保留啦。因为佢话增加呢个嘅能量机制啦，同埋令到速度提升。咁其实之前官方如果睇个公告的话咧，佢哋系有研究过会改呢个 Game Start， 改造系增加咗穿透率嘅。咁咩穿透率呢？即係穿过对方嘅防御力，直接打高啲伤害嘅。但本身英雄杀手已经有真实伤害㗎啦。咁如果官方真係将 Game Start 呢张副卡改咗为穿透率嘅话呢，咁其实对英雄杀手嚟讲呢就变得好鸡肋㗎啦。即
即系唔算好有用。咁如果你真系课长嚟嘅，我建议你可以唔使抽四柄木，我哋都可以考虑下抽呢个嘅 Lumirian 呢个通型80000嘅副卡啦。因为其实咧，佢首先会战斗嘅时候直接增加呢个攻击力啦。我觉得非常之已经增加 6% 已经好高噶啦。而且特殊技能冷却期间咧，佢会提升你特殊技恢复速度嘅。换句嚟讲，你个凝血 CD 紧嘅时候咧，你知佢嗰个凝血嗰条疤嗰条特殊技能 CD 得几咁耐啦，同 All Might 好唔同嘅。咁喺 CD 增加呢个 CD percentage 咧，就增加 160% 一倍有得咯嘅时候，会令到你增出到凝血机会率多好多。换句话嚟讲咧，你嗰招闪避攻击又多咗好多机会咯。然后你个战意至极嗰行疤咧，又会提升得快好多咯。然后你出到你嗰招咁嘅中二病嗰招连斩咧，又多好多机会咯。所以我都几建议可以尝试下用呢张通型80000嘅副卡嘅。咁因为小弟都咁啱有一张。所以或者遲下的影片呢，我會再跟大家做一做實測都未定的，究竟這張副卡對這個英雄殺手有沒有一個很好的作用。你說喂，我沒那麼有錢，我哪有那麼多張金色卡、啊、那好啦，用這個的霸王鳴增加技能傷害啦，還有這個的暴牙貓增加攻擊的時候識破對方的弱點，即是增加爆擊率呢，我都還好的。咁但其实我觉得法务明呢张卡呢，其实可以换做呢个嘅多手嗰条友叫咩名呢，咁我觉得可以换做呢个复制换呢个嘅 Tentacle， 我唔记得咗佢角色名添，死啦。但係因为佢呢係增加呢个普攻攻击伤害提升 4% 嘅。咁啱啱都讲咗佢嘅普攻好紧要啦，英雄杀手。咁所以你冇老毛嘅时候呢，就可以尝试下用呢个 Tentacle 啦。或者好似我咁选择咗用灵质，因为灵质都係会提升呢个普攻攻击嘅。而且有机会造成呢、这个触发分身，咁再提升你的攻击 percentage 嘅。咁我唔知佢触发嘅几率系啲乜嘢啦，但系通常都系以呢个连段数嘅。咁以英雄杀手咧连段数咁高嘅情况底下咧，触发呢个分身应该都唔难噶啦吓。其次佢推荐嘅卡片咧，有金色嘅呢个嘅礼物麦克风啦。咁我觉得打霸体伤害，咁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佢都推荐咗呢个嘅 Anima， 即系呢个嘅角田好似叫做动物佬嘅副卡。咁其实咧，佢系俾人打嘅时候咧，先会提升咗攻击同埋防御。我自己就个人觉得咧，唔系咁有用嘅。因为英雄杀手咧，一嚟佢闪避嘅模组啦，都比较方便，好少机会俾人打中嘅。二嚟喺呢只追求伤害嘅游戏入面咧，你防御力摁高，其实用途真系唔大。因为你技术好少少的话咧，你系绝对可以避开晒敌方嘅所有攻击嘅，除非你打超常协力战。咁但系超常协力战，我覺得這張卡的用途其實都真的不是很大的。應該這麼說，因為相同副卡的光環效果不可疊加，我寧願給一隻淡一點的角色，或者給其他角色都好過給英雄殺手。所以呢，我禮物麥克風會照擺，又會擺靈質老師，沒有靈質老師的話呢，都可以擺這個 Tentacle， 或者兩張都擺都 OK 的了。然後還有一個位置呢，我選擇了擺這個賴女的膠帶人，因為她是用完特殊技之後呢增加移速同埋攻擊提升 11%， 又減對方防御。咁雖然持續時間得3秒啫，咁但係因為大家都知佢放完特殊技能之後咧，正正就係用嗰啲閃避攻擊對方嘅時候啦。咁我覺得可以減下對方防，又提升下自己攻速，都唔差。不過我覺得同樣都係橙色副卡嚟講的話咧，我可能都會擺呢個嘅用拳騰嚟代替呢個嘅賴女都未定嘅。因为佢虽然增加攻速5秒，但我觉得拳痕嘅呢个嘅增加爆击率同埋增加爆击伤害咧，以呢个嘅英雄杀手咁高连段、咁高速度嘅状态底下咧，应该会疯狂触发呢个爆击。咁见到啲数字系咁爆爆击咧，都好爽。所以我咧可能会将呢个嘅赖女换成呢个拳痕嘅。咁我睇大家自己对自己角色培养嘅需要啦。所以咧，虽然佢副卡推荐系俾我嚟，但我哋都可以按你自己嘅个人嘅玩法啦，同埋对啲英雄嘅了解嚟做一啲适当嘅调整嘅。咁当然以上仅个人心得啦。咁如果你有更加好嘅副卡推荐，或者实测完之后觉得更加好嘅，都不妨留言话俾大家听，同大家交流一下，讨论下啦吓。好，咁大家都系速度型嘅角色，咁我会用呢个嘅，我拣一个常暗冇着数嘅先，可能会用呢个死肥仔咧，分别用呢个嘅英雄杀手。老师同埋常暗，虽然战力有少少唔同噶啦，不过都打一次俾大家睇下佢哋所花嘅时间，咁系纯粹作参考用嘅啫。
咁当然用英雄杀手打先啦吓。好，咁我打完啦，睇下个 stat 系点先。好，咁时间用咗1分11秒啦。咁受击伤害1100，我觉得呢个可以唔使点睇嘅。每秒伤害都要留意一下啦，大概系23630嘅。好，然后同一只王老师嘅战力高呢个嘅英雄杀手，大概系2800。当然数字唔代表一切嘅，咁纯粹放大家参考用嘅啫。好，咁老师都打完啦，咁接下睇个 stat 啦。咁老师嚟讲咧，中咗1分13秒，而每秒伤害咧系23000嘅，受击伤害都多少少。好，然后最后睇下我哋常暗啦。好，咁常暗嘅战斗力咧就最高嘅43900嘅，接近44000嘅。咁所以就都有句啦，只供参考。好，咁用常暗都打完啦，照旧去睇下佢个 stat 先。好，咁上暗呢我就係用咗呢个嘅57秒搞掂啦，每秒伤害大概係3万到，所以伤害低啲。不过当然啦，都有句上暗佢本身嘅战力呢係高过老师同埋英雄杀手嘅，所以数字只供参考。虽然英雄杀手呢喺打王上面呢就一定冇呢个嘅奥略米多啊，或者可能未必有上暗嗰啲咁高伤害啦，咁当然我未培养得到佢好高住，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呢佢嘅爽快度呢暂时是我玩的所有英雄入面最爽的。嚟你看看这个落地一追住佢系咁咪，疯狂系咁咪，同埋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佢打王的伤害是绝对有机会超过呢个上暗达音嘅，即系速度型角色嚟讲。因为其实我天赋系未升爆过任何一个 categories， 同埋咧佢呢个我觉得打机最紧要唔系净系单单追求强度，因为啲电话 game 想追求强度好简单嘅啫，我咁咯。咁但係你啲無底深淵嚟㗎嘛，咁所以我覺得追求爽快度同埋自己對個角色嘅喜愛呢先係最緊要嘅。我自己呢雖然已經抽咗啦，但係都幾 suggest 大家，如果對呢個角色有愛，或者好似我咁係太刀空嚟嘅，或者追求一啲爽快嘅戰鬥有型嘅，又有閒錢嘅，或者有足夠嘅幸運值，唔好似我咁的話呢，都幾建議大家抽返隻英雄殺手嚟玩下嘅。不过当然啦 ，PVP 我未同大家实测嘅，咁我如无意外咧，听日就会同大家实测一下噶啦。咁但系哇，英雄杀手嘅战斗真系连我阿妈都唔认得。我都几咁肯定咧，我会将培训呢个嘅上暗打暗嘅资源咧摆喺英雄杀手度噶啦。因为虽然上暗打超常又好，打事务所都好咧，都真系好屈机。但系我自己对英雄杀手咧就比较有爱啲，因为实在太有型啦，同埋我系长刀控，揸太刀嘅人咧太有型。好，然后都俾大家睇下佢事务所嘅 PVE 嘅一啲状况啦。咁配对咗两个系电脑嚟嘅，分别系饱和同埋上暗。咁所以咧就都输出上可以唔使同佢哋 compare 太多嘅。咁但系都可以纯粹睇下我嘅每秒输出会系几多啦。好 ，let's go 啦哈。好，咁俾大家睇下打呢个嘅乌泥会系点啦。有信心技能是挺方便的，即是追击上面。我想储到去准备开龙卷风。啊是因为事务所层数比较低。我啱啱电脑含晒差唔多，差唔多时间掹剑了可以。我睇佢啦。冇乜特别嘅，其实伤害真係唔係特别高。我諗佢喺人设上面呢真係应该係会属于打单体王会劲少少。打事务所呢始终冇办法同上暗有最关能力，亦都冇可能同到呢个嘅 number one hero, Only Mido, 嚟嘅。所以如果你纯粹追求 PVE 的话呢，可能你又冇足够嘅 budget, 对即角色又冇爱的话呢，你都可以考虑一下抽唔抽。但如果你係对角色有爱嘅，咁我建议你可以高下 head 嘅。同埋佢打王嘅实力都唔差嘅，如果速度角色，即係例如你冇老师上暗又冇，或者冇乜点练嘅话呢，我只要同大家讲过话力量速度技巧都只要练一隻㗎嘛。因为要打呢个嘅模拟竞赛，
咁如果你真係冇抽到角色嘅，你都可以抽一隻返嚟嘅，因为佢打王嘅实力真係唔错，同埋最重要好益。好，咁喺影片嘅最后呢，都俾大家睇下佢係超常協力戰嘅表现啦。咁我就用佢嚟代替呢个嘅上明电器啦，睇下摆攻击位会係点啦。不过超常協力戰呢都係自供参考嘅啫。首先佢劲就一定我冇安咪咁劲㗎啦。咁同埋超常協力戰本身都有好多随机因素，咁都纯粹俾播俾大家参考下啦。咁就挑战下呢个超能棒棒嘅第一名位，今天可以射里面 ,OK, 嚟啦 ,I'm ready, 我俾大家睇下啦。咁大家都见到啦，虽然都係戴返个头盔先，我污点係冇心练嘅，即係未练到话好高战力住，但係感觉上呢始终都係比唔上上暗，或者更加冇可能比得上 All New Mido 喺呢个超常協力戰嘅地位㗎啦。咁就唔阻大家睇埋呢场超常協力戰啦。咁規矩照讲啦，如果鍾意我条片嘅，或者觉得我呢条片有用嘅，欢迎 share 俾朋友仔。如果有啲咩任何嘅意见嘅，都可以留个 comment, 大家一齐讨论一下。最紧要呢就记得订阅同埋揿埋隔篱个铃仔，咁呢我会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嘅。咁都好多谢睇到呢度啦，咁如无意外的话呢，我哋下一条片见啦，拜拜啦哈。